在淄博张店区西六路的一家花店前，最近这几天多肉成了这里的紧俏货，8块钱一盆不讲价，有不少人前去购买。不要脸，不要脸，不要脸，就是我一个，你们走下面去，就是是。我都从来又躲在这里，我看一个花店，我的意思是能不能让放到店里，让老板给我帮帮忙。当时我们就想孩子得了这种病，那个父母肯定很着急啊，再说是举手之劳。800盆，着急和不着急一样的，然后咱慢慢弄，好。谢谢阿姨。嗯，一定，咱花钱帮忙，咱一定会是好的。这会咱回家上学哈，嗯。